国喜剧大腕，有请贾玲。这个沙发能让人怀孕，他是个沙发还是个男人啊？那是不想好的说相声演员啊？没有，学校里真的就是谈恋爱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外边没有呢？胖妞啊，会撒娇。姐，把我压死了！你看，轻轻的，你是勤着劲儿呢。你也不可能，老公。用一句话来模仿，刘欢。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周日全新内容，未来戏剧台金星秀。